生活指南，政策新规，趣事分享，旅游贴士，仲有咩系你想知道嘅？美国零距离，网络各类资讯，与你一起资讯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哋好，你正在收听嘅系由美国中文电台 AM 1450为你带嚟嘅美国零距离节目，我系 Yenny。咁大家仲系唔系喺度俾昂贵嘅税收咧搞到焦头烂额咧？好消息嘅系，好多州都将喺2023年做出大改革，不仅系降低咗个人同埋企业嘅所得税率，仲免除咗更多产品嘅销售税。咁根据税收基金会嘅表示，大约已经有38个州咧对税收进行咗明显嘅改革，并于1月1日正式生效。咁呢啲州降低咗个人同埋企业嘅所得税率，免除咗更多产品嘅销售税，同时亦都减少应纳税嘅退休或者系军人养老金收入。咁由于稳定嘅经济增长，加上联邦新冠救济款啊流入各州，居民同埋企业所得税同埋销售税收入明显增加，呢个亦都令到好多州出现咗巨额嘅盈余。部分州选择通过退税等一次性的措施向居民发福利，还有一些州则采取了永久性的减税措施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还是有几个州在2023年要加税的，包括对汽车、电动汽车和娱乐大麻的征税。 Massachusetts 州还要增加富人的税，共10个州在2023年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，包括亚利桑那州、爱达荷州、印第安纳州、爱荷华州、肯塔基州、密西西比州、密苏里州、内布拉斯加州、纽约州、新罕布什尔州，只降低了利息和股息收入的税率。其中亚利桑那州、爱达荷州和密西西比州从累进税率转为单一税率。亚利桑那州提前一年实施了2.5% 的税率，而爱达荷州的固定税率为 5.8%， 密西西比州为 5%， 到了2026年会逐步降至 4%。 除此之外，阿拉巴马州、特拉华州、爱荷华州、罗德岛和内布拉斯加这5个州已经减免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居民退休或者军人养老金收入，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还减轻了遗产税。此外，共4个州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，包括阿肯色州、内布拉斯加州、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。在宾夕法尼亚州，税率从全国最高的 9.99% 小幅降至 8.99%， 并计划在2031年逐步降至 4.99%。咁喺销售税方面，弗吉尼亚州而家免除咗食品杂货嘅销售税，而堪萨斯州咧已经开始逐步降低，最终会喺2025年取消。科罗拉多州同埋爱荷华州唔再对纸尿片同埋女性生理期用品征收税。弗吉尼亚州亦都免除咗某啲个人卫生用品，包括生理期用品。咁喺2023年，亦都有啲州嘅州税咧要上涨嘅。咁喺个人所得税方面 ，Massachusetts 州嘅选民喺11月嘅投票入边通过咗富人税，从今年开始，年收入超过100万以上嘅征收4% 嘅附加税。目前嘅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%。咁呢啲资金将用喺教育、道路、桥梁同埋公共交通。销售税在肯塔基州还有36项额外的服务，现在要缴纳 6% 的销售税，包括夏令营学费、健身、室内装修、服装和珠宝维修、网站设计、停车、整容手术等等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对打车、租车、电车配电等服务征收额外的消费税。在科罗拉多州的朋友亦都要注意，
商店提供给顾客的每个回收纸袋或者一次性塑料袋都要征收10仙的州税，而且今年以后商店不会再发塑料袋了。汽油税，总共有5个州提高了汽油税，包括佛罗里达州、伊利诺伊州、密歇根州、北卡罗来纳州和犹他州。在经历了忙碌的一天之后，有些人发现自己好像很难睡得着，这个时候听一听白噪音或者很有帮助。于是一些人会花费购买白噪音机器，价格大概在20-100不等。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，我们的 iPhone 就可以自动生成白噪音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 iPhone 6S 以上呢，且执行 iOS 15或者更高版本系统的手机都有内置白噪音声功能。不过在 iPhone 上面，这个功能并不是叫做白噪音，而是 background sounds 背景声音。要启动这个功能的话，要访问 setting 设置，然后去辅助，再到音频或者视觉，接着打开背景声音即可。你还可以从一系列的声音入面选择，包括雨声、溪流、海洋、平衡噪音、明亮噪音和黑暗噪音，音量也可以调节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 iPhone 的白噪音是没办法用计时器控制，也就是说它没办法设置时间到达后自动关闭。但是你可以开启一个设置，在手机锁定的时候自动关闭白噪音。如果你经常需要白噪音功能的话，也都可以将它增加到 shortcut 快捷功能当中。那你或者会问，白噪音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快速入眠呢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副教授 David 博士指出，与音乐、广播和电视等不断变化的声音相比，白噪音的声音是持续不断的。我们的大脑会注意不断变化的声音，但舒适持续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入眠。此外，白噪音还能够令我们感到一种安全感，并帮助掩盖那些在安静的夜晚里面突然发出的声音，比如汽车的鸣笛声、狗吠声，防止我们被吵醒。这个对生活在嘈杂的城市里面的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。近期药物开发商阿斯利康和塞洛菲宣布， FDA 已经接受了一款用于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的长效抗体 Leuzumab 的许可申请。如果获得批准的话，它可能会在今年迟些的时候就会上市。开发商称 FDA 已经表示将努力加快审查，并且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就会采取行动。 Leuzumab 是以单剂量比药，这个是同类抗体入面第一款为新生儿和婴儿群体提供的预防 RSV 病毒的抗体，可用于所有1周岁以下的新生婴儿。如果 FDA 在第三季批准 Leuzumab，该抗体可以在2023-2024的 RSV 流行季入面在美国上市，为进入第一个 RSV 季节的新生儿以及进入第二个 RSV 季节的24个月以下易患重症的儿童提供保护。目前这个 RSV 季节已经使美国各地的儿科医院不堪重负。开发商提交的很多申请包括了发表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面的一项关于 Leuzumab 的3期试验数据。这个试验发现，正在接受 Leuzumab 的疗程的婴儿里面，有 1.2% 出现了需要医疗护理的 RSV 感染，而接受安慰剂的婴儿里面有 5% 就相当于 74.5 的功效，未有发现安全问题。根据阿利斯康和塞洛菲称，上年11月 Leuzumab 已经在欧洲获得上市许可，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
提交更多关于 SRAMAP 的监管申请。根据 CDC 的数据，几乎每一个细路在两岁之前都会感染 RSV。虽然对于很多儿童和大多数成年人来说，这个通常只是一种轻微的呼吸道感染，但是研究表明啊，它仍然是所有婴儿住院的主要原因。目前尚未有可以用的预防 RSV 的疫苗。根据发表在《柳叶刀》的一项2022年的研究称，仅在2019年，全球就有3300万个 RSV 病例，以及超过360万人次住院。据估计，在5岁以下的儿童入面，有26300名因为 RSV 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住院死亡，以及101400例 RSV 引起总体死亡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一则宝马的消息。宝马没多久之前发布了一款智能汽车的原型，不仅可以好像人一样讲话，而表盘上没有屏幕，最令人震惊的是它还能够根据驾驶者的心情改变颜色。在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上面高调亮相的宝马 iVision D 展示了 CEO 表示会在2025年投产的技术。虽然宝马的这款概念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款展示车，因为其中的一些元素可能令到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进行大规模生产，但 CEO 表示会将这些技术带入新车型，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生产。这款概念车有几大特点，比如没有屏幕的仪表盘，但仪表盘上面除了一个数字滑板，可以用来控制投射在挡风玻璃的图像。在最高级别的车控模式之下，挡风玻璃还能够显示虚拟的地图，也就是不单止眼前看到的现实版城市街道。此外，数字助理 D 还可以用女性的声音和人交谈，这个技术可以令到未来的汽车成为终极伴侣。最关键的来了，电子墨水技术最新应用，iVision D 共有240个独立的色块，可以随意改变车身的颜色，一瞬间从浅绿色变成深紫色，然后是红色搭配白色的赛车条纹。这样大家对这款车型有没有期待呢？好了，以上就今期美国零距离节目的所有内容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，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。